起立，起立，加嘴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头先咱秘书长甲咱做足侪勉励，实在有影咱拢知，那是真理，教导的拢是真理；那是歪理，教导的拢是歪理。中华民国来这个所在，讲伊是主权独立的国家。世界无一个国家承认讲伊是主权独立国家，迄就是歪理。民进党过了十年来，吼、哦，嘛是十几年来啦，1986年成立到即阵，嘛甲你讲，伊是代表台湾人，然后要争取台湾人的权益的。但是伊所作所为到即摆为止，即摆为止，咱看袂出来，伊为咱做啥物。台独运动同款，伊要认真为咱台湾独立打拼。五六十年以来，嘛惊对歪落去啊！伊讲啥呢？啊，台湾已经啥？经过几啊届的总统选举，已经啥？已经叫做演化到一个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但是嘛，无人敢承认。台湾要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所以不管是民进党的体制来改革，或者是台独运动的演化论，还是讲因为若摕到政权，就会当证明自信来改变台湾的现状，吼、哦，来甲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流氓政府来关等于金门马祖，这三项拢无得达到，所以即摆来甲看个。人讲事实胜于雄辩，因拢是歪理。咱来看，咱即摆咱秘书长甲何志远所主张的这物件，法律论述，这是正当的，这是真理。所以咱今日徛伫遮，大家爱甲大家鼓掌一下，鼓励一下。但是，咱要达到咱最后的目标，甲台湾建设成做一个。那像纽西兰这款的人间的天堂啊，要有一段真远的路要走。成功是有准备的人，才有法度达成的。咱若拢无准备，是无可能成功的。所以咱即个现实是伫这个所在是一脚步一脚印，一步一脚印，一步一步咧做准备的功夫，哦。我相信咱中央也是讲地方每一个干部拢有这个角色，有这个了解，拢真认真、真拍拼咧为这条路咧铺路。哦，啊嘛相信今日在座各位，甲过去伫这个所在接受训练的咱的同心，拢甲咱有同款的想法，甲同款的态度，这就是咱将来胜利成功的保证。顶，所以。安尼个看起来，我相信每一个人，头先咱秘书长嘛讲起，咱每一个成员，每一个将来有可能做参议员的，不管你是地方的参议员，还是中央参议员，还是内阁，拢同款。地方参议员，你做那足优秀，你会当变来中央做参议员。中央参议员做啊足优秀，会当一摆内阁，因为啥，这拢会当角色转换。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。虽然咱大家拢足优秀，像昨暝我咧主持咱的分组讨论的时，个个拢足好讲的，个个拢足好观察的。观察就是讲用你的眼光，用你的目睭去观察，用你的这个人时间哦去接触这事物，这个观察才会产生真正的学问。除了到处看册，像我咧写这以外，读册这东西咧读册以外，敢若来读册的时无去观察。学问是死的，咱一方面读文章、读册，一方面有去咧做观察、甲人接触，去问做茶呢，去问做工的，伊的看法是安怎，是安尼无共款，去问做官是安尼无共款，咱即观察做比较、观察跟比较内底，
我们就能够融会贯通，能够在将咱的物件演绎做啥，变作你家己本身的知识，你家己本身的能力出来啊。然后你就要去做表达，意思表达。所以兼顾意思的表达，各位表达能力，就是要对这个沟通哦，甲观察出来，拢变活的哦。免惊，免惊吓哦。我相信每一个人，像是昨安尼吼，我是十几个人，咱台中、台北、台中甲咱的新竹啊，这三州来参与的这边者，大家表达能力拢袂歹。但是这个表达能力是三分钟、五分钟不够。有当时啊，咱来表达啥？一点钟的，甚至两点钟的，吼、哦，会当纵贯全局。那是我面对一百个人是安尼讲，面对一千人嘛，刚安尼讲。但迄气势爱出来，各位若有机会，一定爱训练这点，把你的口语表达做好。小团体的、中团体的、大团体的，迄、那个口语表达拢爱训练，互咱每一个人变成将来出来时，真正是出将入相。安尼是咱就当掌握全局，每一个人家己自我训练，吼、哦，理论爱充实，啊，然后口语的表达嘛爱来增加家己能力安尼。所以对这对两项，一种对专业训练，我希望每一个参与员，不管是地方中央，拢爱有专业训练。专业训练，你先专精一项都，然后你才对边啊去，吼、哦，有两种的，增加你的能力的办法，就是讲，我、哦、你一开始打拢插。插足济，插足济时吼，你足常识足丰富诶。但你中间选一项，你敢讲，你上趣味诶，你去专它，专两条线，你甲专，这个问题一直甲研究落，你就变专家。但你逐项拢捌，人咧讲啥你拢听，吼、哦，人叫你表达意见，表达意见，你马上表达的意见。但是这是普通常识的交换。但轮到这点的时候，有某种问题，那个环保，你若足研认真研究，你环保变变专家，吼、哦、啊，你就是赞你。立于不败之地，啊！你每一个人爱扮演这个角色，吼、哦，这是咱希望讲每一个人拢开始爱准备，吼、哦，机会是由是给有所准备的人，吼、哦，这是点。第二，咱看得出来，头先我先讲迄段话就讲，真明显，咱民政府已经开始主导整个台湾的未来浮沉，台湾要浮起来，要蒸蒸日上。还是要沉落去，煞变作咱台湾民政府唯一的责任啊啦！佮讲咱台湾民政府才做到的。咱来看吴组长头先讲，听吴组长头先讲去十分钟、十分钟左右只话，予咱真大的信心。咱爱对台湾有一个啥？有一个真大的这个或者啥抱负？这个抱负就啥？将来台湾敢靠咱尔俩，吼！李登辉先生老啊，也经营自信无效啊。过来，民进党水尾尾啊，伊搁再选一届总统也是无希望。过来，台独联盟同款吼，已经行到死胡同啊，无路通行，变老人会啊。安尼先啊，干那剩咱就爱干，把这个责任担起来。所以咱这责任担起来，不是讲咱就去讲嚣掰，咱责任担起来就讲。要把咱的福音传出去，那么希望台独人民有一天也了解国情，甲咱行做位来认真拍拼、哦，所以我相信讲，今日咱伫这所接受这个高级班的训练，应该是意义重大。希望大家吼，上面家己自我要求家己，本身爱对家己负起这责任，然后马上敢讲，台湾舍我其谁，要有这款的精神，咱来努力拍拼。最后，咱一定会成功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起立，起来，请坐，请坐。